今天呀、啊，应该是双喜临门呐、啊。今天呀、啊，还是我的生日。哎嘿嘿，但是多少年了，都是我一个人过呀，我这都习惯了。哈哈，跟大家伙介绍一下啊，这张照片，那两个小子，那是我两个儿子啊，做生意的，忙啊，成年累论月的不回家呀。哎呀，不怕街坊邻居们笑话呀，我要是不看着这两个小子的照片啊，他俩猛一回来我都不一定认识。啊，那个是我老伴儿，走了五年了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两天呀天天晚上做梦梦见他呀。哎呀，看来我是想他了呀。哟，家里来人了。哎，请进呐，老头子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三十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993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993200。你来了吗？哦，你能不能满足我一个要求啊？今天你过生日，你说什么我都满足你。说，你打我一个嘴巴子。好。哎呀，我疼啊！这是真的呀？你谁呀、啊？我是来为您服务的，热情地面对每一位客户，是我们公司每一位代理人最基本的行业准则。等会儿，服务？对呀、啊，还代理？嗯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儿子是不是叫朱大贵？对，大儿子朱大贵，小儿子朱小贵啊。啊，我就是您大儿子朱大，来陪您过生日的。哦，我儿子花钱请你来陪我过生日。嗯。被给请过来的呀，跟我老伴长得也太像了。我就是按着他的模样捯饬的呀。哦，好，那大贝呢？你请坐吧。哎，好嘞。哎呦，代理，你这公司都代理什么呀？客户有什么需求，我们就代理什么服务。哦哦，您比如说啊，出门开车我们有代驾啊，您要买东西我们有代购，卖东西我们有代销。您要是代购了，我们还能把您带走。这可太方便了。去。我带走、啊、我哪儿也不去，我还没待够呢。我哎呀，我的意思是带您去公园溜溜弯，等您心情好了再把您给带回来。哇，吓我一跳啊。这啊，你今天这是跟我有什么服务啊？今天服务的内容呢一共有四项。哦哦，第一项，进门给您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啊，拥抱这好办、啊、来拥抱吧。哎，进门已经抱完了。啊，抱完了啊。第二项呢、哦、是手牵手陪您把话唠。哦，这项也完事儿了啊。第三项呢、啊、是陪您吹个蜡烛吃蛋糕。哦，第四项是陪您舒舒服服的。哎呀，我说大妹子呀，啊，我瞧着咱俩这岁数也差不多，嗯，违法乱纪的事咱可不敢干啊。我说你啥意思呀？我犯什么法了呀？你看你刚才说那叫什么话呀？啊，还舒舒服服的陪我睡，哎呦，我都说不出口，我都。哎呀妈呀，大哥呀！啊，你想哪儿？我说的陪睡呀，啊，就是在您犯困的时候，啊，给您读读书、念念报，让您美美的睡一觉。哎，你这叫半睡，陪伴的伴。半睡。哎，行，你说咋睡就咋睡啊！啊，我这边挺忙的，啊，陪你睡完了，后面还有仨老头子等着我呢，来吧。哎，嚯、啊！这大妹子呀，怎么了？你说这才什么点儿啊，你就让我睡觉，我也睡不着啊。我有办法。哦哦哦，来啊！哎，啊，你先坐啊。哦哦哦，等着。嗯，啊，上哪儿去？哦，录音机。哎、哦，大妹子让我听点轻音乐，听听我就睡着了。来。哎呀。大妹子，哎，你确定我听这个能睡着吗？肯定能，把眼睛闭上，放轻松。
哎呀，我给你讲个故事。哦，好。在一个乌漆嘛黑的夜晚，雨乱七八糟的下着，只听滴答滴答滴答，啊哒！看见没？睡着了。哎呀，太有成就感了！有人在家吗？谁呀？进来吧。妈妈。啊。妈妈。生日快乐，么么哒。你是不是见着老太太就叫妈，逮着老太太就么么哒呀？啊，你就那么缺乏母爱吗？我缺乏什么母爱呀？哎，别，您过来看啊，我跟照片上您儿子长得像不像？我没儿子。那我就是您孙子。奶奶，生日快乐，么么哒。我连儿子都没有，哪来的孙子呀？要不我就是你姑爷。妈，么么哒吧。你是朱大贵。错。那你就是朱小贵。我怎么您连您儿子都分不清了？我是按您儿子朱小贵的模样捯饬的呀。您儿子对我们公司有特殊要求，就让我们一进屋就得给老人一个深情的吻。这样的，阿姨，别耽误时间了，赶紧的么么哒吧，快。不是，准确的说，我是 A 货。A 货，那谁是真品？他是。啊，行，我么么哒他去。他走了五年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他走五，这大过年你别吓唬我行吗，阿姨？我吓唬你干嘛呀？哎呦我天哪！我是他们家大儿子朱大贵，请来陪老头过生日的。是吗？嗯。我是他家二儿子朱小贵，请来陪老人过生日的。同行。幸会幸会。爸爸去哪儿了？爸爸啊，对，爸爸，嗯，哎呦，谁呀？爸爸，哎，生日快乐，么么哒，你还知道回来呀、啊、你啊？哎呦我的天哪，兔崽子你啊，出师不利啊！哎呦，小伙子。这老头他眼神不好、哎啊、肯定把你当成他儿子了。有道理，我得解释啊。快快去。爸。我还不认识你，你是谁呀、啊哎、我。你听我解释啊。你解释个屁呀、啊、你。哎呀，兔崽子还知道回来的。哎呦我的妈呀。哎呀。来坐下去。等会儿。这边。气死我了。喂你是朱小贵吗？是啊，你爸什么人呢？我这一进屋照个脸上啪啪啪就是三巴掌，把我香喷打掉了。你这单生意我不干了。什么加钱？你加多少钱我也不干。你能加多少钱呢？哦，这个数还行。爸呀，你小子还不走，你看在这个的份上，你还可以再打我三巴掌，但是你翻翻面行吗？你往这边来三下，让我也平衡。行。哎呦妈呀，我错了。哎呦儿子，哎，疼吗？能不疼吗？我也疼。你手疼啊？我心疼啊。起来。哎呀，这天下的父母啊，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啊。是。就像放风筝一样，这个放风筝的人啊，把风筝放得越高，他越高兴。是。其实每一个父母都知道，这风筝飞得越高，他们离着你不就越远吗？啊，哎，你工作是忙，没有时间来陪我。不过你呀、啊，良心说，我打电话叫你回来陪过我吗？没有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你今天这是干什么呀你？我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给我请了这么一个冒牌货、哎。不是，大妹子，我没有冒犯你的意思。我就是冒牌货。你是从哪边把他给找来的呀？
今天我的生日，你让他来陪我。你的这份孝心到底是想让我高兴啊，还是难受啊？高兴，爸，我去去去去，孩子，哎，忙就忙你的去，爸爸这儿没事，身体好着呢，啊，我就想让人去去去去上班去。大妹子，哎，你的服务挺好的，哦，啊，我今儿挺高兴，好好好好啊，你下班吧。啊，行。哎，大哥呀，回头记得给我个好评啊。什么叫好评？五颗星。哦，点个赞。点满了。这我会。好嘞。哎。哎，小伙子。哎。收工吧。阿姨。啊。您先回去吧。我再待一会儿。怎么了？刚才听完大爷说的那番话。啊。我这心里挺不是滋味的。我也是从外地来这个城市打工的，我一想，我也有四年没回过家了，我有四年没见过我爸我妈了。今天大爷把我当儿子，我今天就得好好的给他把这生日过完。好孩子，我陪你，这有了个爸，不还得有个妈吗？谢谢，谢谢妈，您去请我爸，我点蜡烛。老头子，哎，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不是，你怎么还不下班啊？哎呀，这蛋糕还没吃呢。哦，啊，来，爸，哎，你怎么还不上班去啊？我上什么班啊？来，蜡烛都给你点上了。这，爸，您把眼睛闭上，许下一个美好的生日愿望。哦，还得许个愿啊！许个愿。行，我把眼睛闭上。朱大贵啊，任务完成了啊！只是阿姨想，人这辈子呀，有很多事情都可以等。但孝敬自己事儿千万不能等啊，等等等，你会后悔的。喂，你是朱小贵吧？你都多长时间没回家了？你爸都把我认成你了，你干嘛呢？喝酒呢？快别喝了，赶紧回来吧。你这单生意我不干了，今天你爸这三巴掌算是把我打明白了。我觉得孝敬爸妈这件事儿只能自己办，别人替不了，我得回家看我爸我妈去了。你自己看着办吧。爸，哎，愿望许完了吗？许完了。哎，能说说吗？能说。来说说。我的愿望跟谁都能说。我呀，我就希望天下的儿女们健康快乐，一帆风顺。祝天下的老人们长寿。吹蜡烛，吹蜡烛。珍惜。